金融管理局发行的第一批为期50年绿色新加坡政府债券，2天前截止申请，来自公众的有效认购额超过5200万元，认购率高达1.06倍。金管局发布的通告指出，散户申购活动前天中午截止之后，当局共收到1749份申请，公认购的5290万元绿色债券已经分配给所有的合格申请者，他们都获配所申请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债券。申购不超过21万元债券的公众都获配全额债券，这占发行散户债券总额的88.6%。这批债券将在下个星期一发行，申请者可从当天下午5点起登录中央托收公司证券户头，查看获配的债券数额。无法成功申请到债券的申请者将获得退款。绿色债券将从下个星期二开始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，散户可以通过新交所或者是3家本地银行买卖债券。这批绿色债券发行总额是24亿元，票息率3.04%。